调音。病症若属本处体伤所致，则需通过重用外内热源，并配合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调整心态，来改善热能不足，提升体力、自愈力，以达到间接修复本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这里以前也是这么写，但经过我前面讲，我们的内热源已经那个含义已经跟以前有没有一样了？不一样了哦，以前的内热炎只是一个喝姜汤啊，怎么吃什么啊，温热性饮食啊。但是现在的内热炎已经还多了一项什么？灌肠。但我还是沿用以前的啦，以前可能就没有灌肠哦，我还是这样写。好，那我们这确实可以利用这样来达到处理很多疾病。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但如此处理若仍无效，甚至恶化，且病情严重紧急，则此病症显然已超过身体能够自我修复的范围，需考虑是否为异物影响本处体伤所致。如果我们还没有灌肠的，这一个方法的时候，我们用了前面的方法，那都无效，按推也无效，内外热炎，还有包括重病的处理。这些方法我们都用上，既然没效，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这已经超出什么原始点能够自我修复的范围了，表示你一直下去，你坚信不疑，你会吃大亏哦，就是有这种意识。所以为什么灌肠变得那么重要，我们还会提出灌肠，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已经都用了，然后，而且病情怎么样？无效还会恶化呢，而且情况又严重紧急呢，你也不能拖哦，拖了很可能挂掉，因为你一直用我们的重病处理，它不但没有好，而且一直在恶化中，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那这个会死人，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你一定要赶快转脑筋了。这时候表示我们的方法已经到怎么样极限了，这些已经超出我们的极限了。原始点不是万能的，它已经超出了。那在超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它是不是这些紧急的病症是里面有东西堵住了，异物。那我提出这个异物好像很突然，我现在就要来举一些例子。为什么我们会有异物这个概念，而不是什么异常啊、形态啊这一类的，甚至组织受损有没有？我们在辨音论果都有讲嘛。异常形态，如果当其中的异常形态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有没有？那我这一句也改了，就是我们这一句是改成什么？只有当其中的异常形态影响到本处体伤，特别提出本处体伤，所以我们这里都在讲什么呀？本处体伤。那影响到本处体伤，这个本处体伤在导致病症，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所以这时候异常形态就需要处理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我现在在论果里面就填了这一句。第一个，我举，就好像白内障。白内障，它一旦遮住眼睛，眼睛的功能就无法发挥，就会影响到视力模糊的病症出现，对吧？这时候要不要处理白内障？要，就好像处理异常形态一样。但很多人就这样想了，那这样论果是不是有问题？会不会说，果生果了，白内障生出一个，那个视力模糊出来？白内障本身能不能看得见？白内障本身可以啊，看不见。那白内障本身跟看无关，对不对？它是影响到眼睛的运作功能，所以才会有产生病症。所以它本身白内障
它跟眼睛看得见看不见无关，果不可能生出一个果来，对不对？只有随才会生出果，而因才能生出果。所以当它一旦影响到眼睛，也就组织器官的运作，那这个组织器官运作才会产生病症，那还是因产生果，而非什么果生果啊。很多人就在这里迷惑了，然后我这样讲你们听懂吗？所以还是眼睛因为被遮住，不是眼睛出了问题，是被遮住。那我们把遮住的掀开，哎，眼睛就恢复正常。这样看来，眼睛本身因是受果的影响，果影响因，然后造成因看不见，然后才因才产生视力模糊。还是因生果。那如果他白内障没有遮住眼睛，白内障长在外面，也跟眼睛无关，那跟视力又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就没有关了。那很显然会造成疾病的一定是因，了解吗？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后面就是把论证把果再补充进去，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怕组织受损那产生症状，那是果生果咯。很多人就这样问，异常形态影响到了是不是果生果啦，对不对？像大肿瘤影响到会不会是果生果的问题啊？类似这样，那我们就是在这里都把它讲清楚，就它只会影响到因，最后会产生果的一定是怎么样？只有因。所以最后答案很显然，只有因生果，果还是不可能怎么样直接生果，果怎么可能生果？那果生果就变苹果生苹果了啊，甚至生其他的果，那香蕉葡萄来，那更可怕了啊。所以当我们这里本处体伤，因为按推没效，内外热炎又没效的时候，我们很显然会不会有果影响到因，因又影响到果的问题出现，有没有？好，我们就开始来反思这个。那我们现在来举例，我们来看下面。举例来说，胃痛胀、食不下、欲呕、体力虚弱等病症出现，通过按推原始点、外内热源、运动等各种方法处理，却不见效，甚至恶化，且病情严重紧急，则需考虑此病症是否为异物阻塞影响本处体伤所致，可直接改用淡姜汤灌肠通宿便以解症。不同病症的异物还包括体内的死胎、各种结石、寄生虫、耳垢、小虫，甚至如鱼刺、骨头。我这里就直接提出来，当你内外热炎都用不好，你看他还胃痛哦，痛胀，然后吃不下，还想呕，然后体力也虚，这时候病情很紧不紧急？吃不下又体力虚，那显然是重病咯，是很急的哦。那我们所有方法又用不上了，你也不能等他死啊，对吧？那这时候你第一个会不会有异物？会不会有组织受损引起会胃溃疡、胃出血？你们会不会就开始想很多了？我怕你们就想很多了。那我们就从这里来探讨来切入。那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异物，因为它来得很急啊。那理由后面会写。那这种不同病症会有不同的异物，也就是我们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那也可能异物现在是宿便。那不同的病症还有包括什么结石会不会？有些人尿不出来啊，哎，紧不紧急？紧急，紧急啊，尿不出来，非常急的、哦，按推也不出来。那万一又不出来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那怎么办呢、啊？哦，这个时候就第一个要考虑到异物哦，或是喉咙里那还是喉咙很痛，可能就有异物了。鱼刺啊，或鱼骨头梗住啊，种种哦，类似这样啊。那耳朵啊，有没有耳垢也会引起耳朵的问题啊？堵住了，完全堵住也会啊。那这种揉有效吗？我都怀疑啊，对吧？温敷有效吗？喝姜汤，它那个耳屎就跑出来吗？不
好像也很难呢。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都用尽各种办法？这时候也是有问题。所以人家听到这里，有些反应就快的就问了。那好，如果是宿便，我们就灌肠。那耳朵这样，是不是我们也要灌淡姜汤？你可以试啊，如果淡姜汤灌了也真的没有效了，那就确定没有效，因为也许它是小虫进去，也可能啊有异物啊，对不对？这种医学上也出现过，那灌了诶，说不定虫它实在受不了姜汤那个味道就爬出来了，也有可能啊，类似这样。那如果它还爬不出来，那是不是耳垢的问题啊？种种问题，那真的还没有效，那就超出我们。那所以我们第一个会怀疑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啊？这里就先提出异物。那我们说其他的不同的异物还有什么结石啦、死胎，我们也处理过嘛，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异物嘛。好，那这些我们都提一下。所以很多问题是不是还有我们要考虑的没有考虑到？所以我们先提出这一个异物来。那还有可能，因为论国有提的就是异常形态，也有可能牵扯，因为当其中影响到本处体相的时候，它也有可能有病症啊。那组织受损有没有病症啊？也有啊。我举那个脑震荡有没有？他鼻子出血啊，头痛头晕，我揉了没有效，我说你很可能里面组织已经受损，也可能出血了，有没有？那这样说来，组织受损会不会影响本处体相的运作？而一再有本处体相而导致症状出来，会不会？也有可能啊。那这个时候本处体相它在体内的就有这三种可能，对不对？会影响外面的病症，但因为我们没有神通，我们一下子不清楚，所以我们怎么来判断面对这些？好，下面就是我再解释为什么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是异物，而非组织受损或异常。好，虽然异常、异物与组织受损或可影响本处体伤，再由本处体伤导致病症，但异常形态影响本处体伤的几率本来就很小，就算已影响到，它的病症也不像异物或组织受损的病症那样严重紧急。至于异常指数，则根本与病症无因果关系。好，会影响本处体伤的三种可能，我们一路这样分析下来，只有这三种可能，我们都全部把它列出来，来比较。好，这个都会导致。但你看我的写法哈，或可影响本处体伤，意思是什么样？有可能影响，有可能怎么样？不影响哦，不是大多数会影响，大多数反而都不会影响，尤其以异常性哦。你看结石，很多人有结石，但也没有病症，但也有少数人有结石，哎，却有病症哦，因为他实在堵住了哦，尿不出来，哎，确实就被石块堵住了哦，也有这样的案例啊。好，那所以我用或可。然后这里再写下面，再由本处体伤导致病症，这一句不能省，为什么？要不然如果说我说哦，或可影响本处体伤导致病症，好像它直接影响，然后就产生病症，怕你们有果生果的那个余力，所以我再把它写清楚一点，它是影响本处体伤，再借由本处体伤怎么样导致病，所以到最后还是本处体伤导致病症，也就是只有因生果，天底下没有果生果的道理。那从病症的解释来看，也都是这样哦。这让大家跟前面的论果一致化，就是没有果生果的疑虑。要不然有些这样一些，哎，那会影响本处体相，又导致这，那是不是果生果？很多以前很多学员都会有这样的疑惑或问题出现。那在这里也顺便把它都解决了啊，所以。是这样。好，那我们的异常形态影响本处体相的几率大不大？昨天你们还记得吗？所以昨天那个案例，我觉得他的分享很重要。我今天在运动，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他有说他那个脊椎不是有肿瘤有没有压迫了，
而且肿瘤非常大，西医说不可能还能活蹦乱跳的，他一定要住院，甚至要手术了，有没有？昨天那个费莫奇的有没有？西医，然后很多医师一测试，都说他应该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哎，但是他实际情形呢？没有。所以在西医，他认为异常形态会影响到多严重，多严重，已经都这么大，但他根本没有病症。所以异常形态影响本处体伤的几率本来就怎么样？根本非常小，因为我们尤其有原始点之后，我们已经看得出来，很多说肿瘤压迫，结果揉一揉就好了。就像色护腺癌，我们在论果，你们还记得吗？他说他就是肿瘤太大压迫，造成他坐骨神经，有没有？把肿瘤割小了，结果坐骨神经有没有好？也没有好嘛，就是这揉几下就好了。那很显然，肿瘤要影响到病症，它的几率高不高？根本就几乎，我认为少之又少，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我看只能说 0.0、那个几率真的是不高。那但是西医真的也有可能这样，我们也承认有可能，但那种几率我们也知道不高，但西医就常常把它扩大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他会跟你讲，如果你只要进医院，我敢保证你一个疼痛他会检查很多，那检查你的癌指数，包括抽血那还会检查你的断层扫描有没有阴影啊，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如果有，只要有他确定，那一定他很笃定的跟你讲，你这个病症就是由肿瘤引起的。一般民众没有原始点，他无法分辨啊。但是我们一路做下来，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异常形态跟病症之间的关系几乎不大可能，了解吗？即便有可能，那个几率也非常的小，对吧？就像白内障，我们也承认了有这样的情况。那体内的这个肿瘤引起，那就更比白内障几率就更怎么样？更少了，大到会完全堵住的，那就更少。你只要有体力，即便它堵住了很多，但是你还是有这样功能可以下来的。好，我们这里做了这样解释，我们再看下一段。好，就算已经影响到了，好，我们也承认有这样的病人，他的病症也不会像异物或组织受损的病症那样怎么样严重紧急，因为怎么样，肿瘤或是什么压迫或白内障，它是慢慢怎么样形成的，它不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紧急，甚至一下子就会好像可能威胁到生命这样那么紧急，让你措手不及的情况出现，不可能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它的形成是很循序渐进，很缓慢，怎么突然间让你病情变得这么严重紧急，然后突然间恶化，所以这种几率高不高？几乎不可能嘛，就可以排除了。它本来影响的几率就不大，就算影响到，它也不可能像异物，像结石堵住了尿道那种情况那么紧急，它怎么可能肿瘤突然间造成尿不出来那么紧急？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几乎就可以考虑，像这么紧急严重的跟异常形态有没有关？几乎没什么关。那与异常指数那更无关了，因为异常指数跟病症完全不相干，它只是一个讯号，那个是衰老的讯号，跟疾病的症与状完全无关，这个在论国已经都谈过了。所以你看，异常只有一个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那我们异常指数几乎可以排除，那异常形态我们进一步这样努力分析之后，我们也把它排除。那为什么我们要努力来分析呢？因为很多病人只要进了医院，他照出来，他就西医就会跟你讲，哎呀，这个哇，你胃肠胀痛里面刚好有一个阴影，就是肿瘤堵住的，有没有可能？有啊。那我们怎么来说服他？就是这样，第一个，如果揉了有效，那你就可以说服，因为揉了有效，那个跟肿瘤无关，这个是第一个可以
解释得通的。第二个，万一揉了又没效呢？那我们又不承认它呢？那怎么来辨别这个异常呢？就是从这里来看，异常形态本来造成本处体伤的几率就怎么样不高，然后再来它也不至于立造成它的病症突然间怎么样严重紧急，这种几率也更不可能，所以几乎就可以把异常形态怎么样摒除在外。要不然一般病人只要对医师这样对谈，一般大部分都会恐慌，然后一下子就完全没有主见。但我们是很笃定的，好，那这里我们已经把异常可以排除，哎，跟这个病症几乎无关了，对不对？好，几率很小了，几乎可以完全排除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下面。此外，外伤组织受损的病症容易分辨，体内组织受损的病症则只要热能足够就可修复，不可能重用外内热源，运动等保健方法却无效甚至恶化。第一个异常形态我们排除了，还有一个要排除的就是组织受损，我们也要进一步分析，真的也有可能啊，组织受损像我说脑震荡那个也是很严重啊，对不对？但是脑震荡它是外伤引起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由外伤引起的组织受损，我们有没有办法容易分辨？有嘛，了解我的意思吗？甚至粉碎性骨折外伤引起，你们容不容易分辨？容易啊。骨折容不容易分辨？容易啊，了解吗？好，即便像体内的脑溢血突然间没有外伤，然后就脑出血了，或是气胸了，哦，这个我们论果都有放给大家看，那这个我们没办法一下子分辨出来。但问题来了，这个要不要分辨是一个问题了。以我们做的实际案例几乎可以确定一点，因为在论果有一句话，本处体伤所致之病症，不论是属体内的或是属体外的，只要热能足够就可自行修复，有没有？所以你不用再细究体内有无组织受损，是不是有这一句话？那很显然嘛，你在治疗上你根本可以把体内的组织受损几乎可以排除。为什么？你已经重用了内外热源，前面已经讲了安推无效，重用内外热源，那如果好了，即便无效也不至于恶化嘛。所以但是它却无效又甚至恶化，那已经完全怎么样逻辑不通。这个会恶化表示它已经跟体内的组织受损怎么样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那外伤的组织受损我们又容易分辨，对不对？我们一下子就分辨得出来，那这个也可以排除了，对不对？它突然间会这么严重又不是外伤的组织受损，那受损我们又用了重用内外热源，它也不可能无效跟恶化，这种情逻辑又不通。因为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跟修复，它不可能不自我修复的。好，这样也排除，所以我们几乎就可以笃定在这三种会引起本处体伤的只有哪一种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哦，我为什么要写的那么啰里啰嗦，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从灌肠就可以得到答案。但是就是当一个病人去医院的时候，他要做很多检查，第一个影像的检查照出来很可能是异常形态，也可能是组织受损，比如溃疡粘连胃出血啦，脑出血，有没有这些疑惑？很多都同时具足了，还有指数，他帮你抽了很多血，然后化验，哎呀，什么你钾钠离子啊，平衡失去啦，要怎么样来调整啊？有没有？然后你会造成胃痛，就是哪个成分出了问题？有没有？一定要赶紧补充啊！哦，对于这样大量的讯息，西医哦，他会一个病症哦，说出很多理由哦。然后做了各种检查，然后都说跟这些检查有关哦，他要一一排除哦。你等到他排除完，你已经差不多那个了。所以我们的诊断一定要怎么样？快很准。什么是需要检查，什么不需要检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辨别。要不然他也会跟你讲，那你完全没有理论基础，你是说不过他的。这时候然后也无法说服患者，那你应该跟他怎么讲，就是这样
就事论事，就理论理，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了解吗？那这样我们一排指数是无关的，那以后患者要不要检查，要不要抽血，根本这一项是完全是额外造出枝枝节节，然后又离我们的疾病越来越远的道路，根本是不必要。那如果他已经重病了还抽很多血，你们知道结果吗？他这个人会继续恶化，真的。那西医会跟你讲，哎呀，抽一点血没关系，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话，真的不能相信，我只能这样讲。那你们一定要笃定，为什么？因为你们理通，如果你不通，你们也会被说服。那怎么来理通？因为知道哦，这些所有的异常的指数，因为抽血就是准备检查出异常指数，那异常指数跟所有的疾病是什么呀？无关，那你就排除。那你怎么会去抽血检查？这种是不可能，那顶多就是一个影像检查嘛，造出异常形态、组织受损还有异物嘛，那这个是有意义的。那有意义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如果没有去照，因为我们怕我们的患者去照了会怎么样，他不只要照你，还要抽血，你抽了之后他不准你出院，这种理由把患者留在他们医院自我享用，直到患者奄奄一息甚至已经不行了，他才会放你出来。所以进去容易啊，出来难啊。但我们要他的只是一丁点的影像检查而已，但他们也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怕患者去的时候，在这种无奈下，我们如何来判断？就是从这里来判断，你就是用这样来一一排除，会造成本处体伤的只有这三种可能。那这三种可能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哪一种可能？如果我换一个词句，我说病情严重恶化，这些都删掉，那导致病症然后长期不会好，那表示它没有危险性啊，也没有严重性，它长期不好，不是说没有严重，但它不会有立刻要你做什么决定。组织受损也会啊，我们也说三到六个月没有修复好就属难治之症，我们也承认有这种组织受损，然后一直折磨着患者啊，他的痛怎么按都不会好啊，然后三到六个月也不会好啊，对不对？那这个有就有可能，但他不会说你重用内外热源，他不但没有效，而且继续恶化，这个情况好像也不会，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判断。那另外的挟持，哎，你另外的写法或是另外的病人，哎，我们的判断又会有不同。但第一个，可异常形态是几率很少，少之又少，还是一样可以判别的出来。那异常形态排除了，组织受损就提高了。但组织受损是属于外伤的还是体内的，我们还是多少可以分辨。那体内的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绝大部分本处体伤我们是都可以修复，只有极小数的才要六个月都没有改善，了解吧？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一分析的出来，而不在于怎么样让患者去医院走了一遭，做了不该做的很多检查。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研判能力。那之前论国已经讲了很多，我认为调音篇就是在这个诊，因为它是调音嘛，那你要治疗你一定逃不过诊断，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前面的所有再综合一下来做判断，那会影响他处体伤就根本不用讨论，因为你按了这个只有原始点有的概念，按了一定有效，那就是加强内外热源。最麻烦的就是什么呀？本处体伤，所以牵扯到背后的种种，那也就是在这一次调音篇准备把所有的问题怎么样一次解决，包括西医的所有检查在这里一次就说清楚了，它到底几率有多高，有没有必要做什么检查，那你们就有心里有个底。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吗？听懂。所以这一段重不重要？重要。其实非常重要，但我们有灌肠，其实这一段其实很多我们直接就灌了就对了，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
也要猪油，到底什么情况下是组织受损，是异物或异常？那这样我们就心里怎么样很清楚，操作者笃定，患者也会安心。好，那这里应该就没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最后的结论。好，我们看下一句。这就是为什么判断体内本处体伤所致之严重紧急病症，首先想到的是异物而非异常或组织受损。好，我们读到这里，如果要排次序，不要先说严重紧急病症，如果会产生病症导致的本处体伤，有几种可能，这三种可能。第一个要考虑的，如果严重紧急一定是异物，我们第一个考虑。那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第一个异物，第二个一定是什么组织受损，第三个才是异常形态。因为异常形态要影响到的，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临床这样看了那么多案例，几乎可以怎么样确定，少之又少。那反而组织受损的几率又比它怎么样高出很多。那会造成立刻严重紧急的，突然间很紧急的，那就是什么异物。异物比如一次刺到会不会很紧急，可紧急啊，尿道结石紧不紧急，宿便排不出来好多天紧不紧急，都非常紧急。好，所以这里我们考虑的就是第一个异物，第二个组织受损，如果要考虑，那异常形态几乎是，那异常指数根本不用考虑。那这样你们要做什么检查，我相信你们心里也就有个底了。研判从因治疗本处体伤所致症状的修复时间。一、普通症状约一至七天。二、严重烫伤、毒液灼伤、肌肉肿胀、撕裂约十至三十天。三、肌肉腐烂、坏死、骨折、器官受损约一至三个月，而严重者约三至六个月。若经半年仍未改善，则属难治之症。好，那我们研判从因治疗本处体伤所致症状的修复时间，这个以前我们都教过。好，我们看一下就好了。病症通过原始点所有方法，包括用淡姜汤灌肠处理，若仍无效，就可判断此病症已超出原始点的诊治范围。这是继前面讲的，我们既然已经判断它可能是异物了，那我们也用淡姜汤灌肠了，还是无效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已经什么呀？所有方法都用上了，那代表它已经不是我们的诊治范围了，这时候我们该放手了。只有到这种时刻啊，那这里是把原始点的极限说出来，也就我们能治的跟不能治的就在这里做一个区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此外，急性外伤组织受损之症状，如脱臼、断肢、粉碎性骨折、大量出血等，亦已超出原始点的诊治范围。好，我们前面说的，只要原始点内外热源、按推还有灌肠都用了没有效，这种情况有什么？比如我们之前举的，像有一个中风后遗症手术，有没有右手经过半年多、一年多也没有改善，那这个就是极限了嘛。但是前面那个极限虽然是超出我们的范围，他也没有生命危险性，然后把他送到西医，难道西医就能处理吗？我也是打一个问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所以第一种类型的一定要送给西医吗？我也是打一个问号。但这一种状况我就觉得可以了，也就如果这是急性外伤组织受损之症状，好，我们也直接提出这样的案例，好，脱臼啦、粉碎性骨折、断肢啊、大量出血，有没有？这些可不可以找西医？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那这个容不容易分辨？容易分辨。那这个就给西医了，因为
因为它是外伤引起的嘛，哦，然后来的又很紧急，这时候可以。好，我们继续把后面念一下。原始点不能诊治的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在诊断上可借助西医之造影检查，在治疗上除脱臼可寻求中医协助外，其余皆可交由西医治疗。这里写的，如果照我的意思，好像还没有表达到我的意思。比如说，这些原始点不能诊治的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第一种状况，其实我不大愿意推荐给西医，了解吗？因为其他也不，除非把手砍断，对吧？不见得他们就认为好，要不然他们还有什么能力让他恢复？了解，我是赞同他的急性外伤，这种超出我们的范围，我才推荐给他们。但我这里好像没有把这里点出来，可能我还要补充写一下。有时候讲课就可以，我本来不写，这里还要稍微点一下，啊，就都给他们，其实我不放心的，因为西，因为越跟他们交往哈，我越觉得他们太设下太多陷阱，患者一去根本是出不来的啦，然后会被很多本来是一个小病，他们会讲出检查出很多的东西来，让患者根本是无从辨别。除非你学过原始点，然后信心又坚定，然后理又通畅，这样的学员多不多？你们都自己说了，我也是这样觉得。包括你们在这里，你们说懂的，我都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懂哎，因为一到境界来考验，不是这样子的哎。有时候还有感情的因素啊，对不对？还有家人的压力呀，啊，你种种你会影响你的判断啊。我跟你们讲真的，不是像我们在这里，好像排除了各种压力，我们在这里课堂上很舒服的，然后来谈一个议题，可不是这样啊。在生活上要面临的不是这样，还有面临的医疗法的种种问题，有没有？要不要考虑？哎呀，这个这样做会不会违法？我们把病人种种的压力下，你要做出很清楚的判断，不影响你的那个，我认为还是有一点困难。所以在这里哈，我们说了哈，如果以理就理论理的话，在我说原始点不能诊治的，像第一种状况，虽然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他又没有生命危险，即便组织受损，那他们西医是绝对手术，对吧？那我们要把患者推给他们嘛，哦，这个，然后他们又会去找很多原因哦，因为推去了，他不会只砍断你这个手就让你走了，他一定还要检查你全身。那人也有中风的后遗症，你怎么检查多少会被他检查出来了，他连血液也检查，什么哦，影像也检查，你要被检查说你没有什么病哦，我看也难。连我哦，我去哦，可能说不定里面不知道有几颗肿瘤，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也很怕医院，我真的是心生畏惧，因为他们那个体系是很多，我们几乎证实是无效的检查，他们还在检查。你看抽血就是一项，对吧？那你怎么能推给他们？所以这里我不知道应该要再怎么补充，我再想想看啊。那所以理论上，如果说本处体伤遇到这三种啊，然后我们又治不出来，第一个在诊断上合理，我们是这样说，可借助西医之造影检查。也就是比如说 X 光片啊，超音波检查，类似这样检查，我们是同意的，但绝对不能抽血检查，那个是完全无意义，那是成分之说，在医疗与保健已经都讲了，成分不足以治病，真正能改变我们体质而达到自我疗愈的反而是药性，哦，所以这里我写只有造影检查可参考。那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让患者去造影检查，但问题又有一点怎么样，羊入虎口，所以讲与不讲很难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只能叫他们做，西医会乖乖的说我只要
照 X 光片，我其他不做，他就饶了你了吗？不会，真的不会，因为你进去人家地盘，他是老大，他要你完全服从他们的整套医疗体系，他们认为你应该做什么，你就要配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到人家地盘跟人家谈条件，我看不要有太大的乐观期待。所以也是因为这样，虽然可以借助造影检查，但这里真的是很无奈的写法啦。但我也真的没办法，我所有方法都用了。然后在治疗上脱臼可以找中医，那是指急性外伤，所以这里应该在治疗上急性外伤加几个字应该就可以解决了。急性外伤治疗可寻求中医协助，其余可交由西医。但是我们治不好，难道不推荐给他们又有问题呢？因为我们现在又不是医学呢，人家说你贻误病情呢，会不会？所以种种困难，我就是说，协与不协间，有时候是蛮那个。